选玉柳春晓是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很轻松，而且它的快慢速度又不会差太多，然后听起来很顺畅，然后指法也不会到太难。嗯，对。在我弹玉柳春晓时，我觉得指法不会很复杂，因为都是弹双音的，然后泛音弹起来也蛮舒服的。对，谢谢大家。